高空臭袜子球棒。高空球。哇塞，还是打得到耶。对呀，千万要这个高空球袜子。再投一次。好。呵，投出。哎呵，又被打到了。我还没有穿袜子。再投一次。等一下。要把袜子穿好。那个又不是香港脚。那要穿衣服吗？好了。要穿衣服，不然会感冒。要投出哦。好。快速球吗？不用。要什么球？棒棒球。哦，小便球。妈，那你要快速球吗？快速球这样咻哦。对呀、啊，很大力，很大力、啊、很大力，太大力了吧？高空球，高空球，我把这个袜子它脱掉，再打三球就好了哦。脱掉，脱掉，再打三球就休息了，好就拜拜了，臭袜子。爸爸，这个等你棒球。你不要打了哈、哦。要。那你要怎么打？用这个。好。一、二、五。我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投球。休息啦！你都满头大汗的、哦，天哪，你像在洗澡一样。像，你也是哎。我也是满头大汗的。满头大汗。对啊，来里面擦一擦，不然等一下会感冒哦。哦，感冒要去医生那里打针哦，赶快来擦，走。